今天不打天津包，不打。小王子下不下的？不下，上个采集器，漂亮，再上个小王子来叠加攻击速度。其实他这一波左边桥的胖子，我们就会非常难受。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，而是选择了大殿电我们。这波要不要开技能呢？其实是可以开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地面的一个骑士已经用过了，我们开个技能，把他给秒掉。小王子说他能打四五下。这一波下什么呢？下黄毛还是会被他给吃掉，最好是下一个飓风，下个飓风是最好的。往这里拉，他如果跟胖子的话，不要直接下黄毛，因为他后面会给炸点兵，我们最好是先下电龙把他给控住，再考虑去下黄毛。漂亮，这个肯定是下黄毛进化的，他开技能也没有用，还是会被我们给解掉。我们刚好过出一个采集器，他有大电吗？他下了大电之后，下了一个炸点兵，下了一个骑士，下了一个小王子，开了一个技能，还没有，直接早点下。他要下正牌才能过出来，他下正牌再过出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下，把他守住。在这里，他大点能电到吗？好像能电到，我们这个位置下的不是很好。不过没事，他大点用掉，我们千里收人了。这不有机会了，炸点兵啊，我们也不是太好推进他，直接下个石头人，没办法。他少了个剑鱼，剑鱼加那个还有鱼钩的他，还是让人有点头疼的呀。下这个，这边下这个，我操！大哥你不是吧，啊，垫一下，再垫一下，第三下电出来，再吸个飓风，然后这次把它给解掉了。我说八倍破打的塔，我血亏啊！哇，这样还被他给炸出来了。我再次血亏啊，来起来，就是那么牛逼的翻盘，免费虎粮赶紧送上，就凭这一把。